当女生宿舍去舍友家做客。妈，我带朋友回来玩了。啊，萱萱，你家挺好的嘛。你们随便坐啊。妈，妈，还磨蹭喊，听到了。啊，也不知道阿姨喜欢吃什么水果，就随便买了点。水果？乐有钱，送个水果也好意思。啊，那我给你们洗水果吃吧。你傻啊，会都留给自己洗了。小姐哥哥，拿去洗吧。举个旗，旗怎么旗啊？我菜都买好了，都跟家家里旗。什么意思嘛？家常菜也挺好的呀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个萱萱，你家有什么饮料吗？我有点渴。在冰箱里，你自己拿吧。哦，成。白开水最解火。哦。阿姨，您别说啊，您这菜做的挺好吃的。嗓子还在这里了，也不想浪，少洗点，没看自己胖吗？不吃就不吃。啊，我早有准备。那怎么回意思啊？对我做的菜不满意啊？又不是兔子。不是的，阿姨，是我们突然馋了，想吃了才让张姐买的。爸，我们一会儿点奶茶喝吧。哎，喝我喝。妈，不值几个钱还不让骑了？小彤啊，我看你那几个包总换，肯定要么是会员卡，要么是的吧？是有一些。那你帮阿姨看看那几个包啊，打不打折啊？给点折扣什么的不？阿姨。这些是打不了折的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也不带东西还不帮忙。哎，我不会在那待几天啊。萱萱就家小男上高中呀，蛮聪明，一点就会了。你给他补补课了？补课补啥课呀？国语高中补课100块钱一小时呢，你给不过钱吗？再说我们是出来玩的，补啥课呀？哎，你们那群小男人乐死你眼了，你给你帮个忙乐个不允许乐个不让的啊，最起码我还花钱来了。哎，聚某十酒店家里不能聚吗？聚对了，多好，还不付钱。可是家里有住宿假呀，而且晚上爸爸还回来呢。你爸那是你爸模样啊。不必了，阿姨，本来就打算住酒店。妈，我的脸被丢尽了。当女生宿舍去舍友家做客，这次可是我妈特地喊你们来的。黄鼠狼给鸡拜年。表弟，你说谁黄鼠狼呢你？啊，本来就不想来，咱们走。哎呀，小娃怎么还跟大人计较？来，坐坐坐坐坐，上次就当是阿姨不对了啊！来来来，走就走呗，谁稀罕呀？没事，他不懂事，来，切切切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告我是谁？嗯？妈，这是什么呀？他我是喊，你那些好东西给你舍友吃，多浪费呀！果然。王姨来干嘛？还这么盯着我舍友？哎呀，都是喜事，亲上加亲。我家萱萱那个小娃学校也都乐样，就娶了几个大明星是吧？行了，我不就是个净镯子，得不得？哎呀，萱萱他爸非给我买，说了不要不要。哎，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萱萱平时可大方了，什么水果呀、零食啊，什么贵买什么，天天在家吃。吹牛啊，有的瓜子皮都不脱了。抹呀没有啊？有，来来，去洗洗洗去洗。哎、啊，对了，阿姨，我都饿了，你上次买那烤鸭、鲍鱼什么的还有没有啊？还有逻辑玩意啊，我去看萱萱水果洗的模样了。那三哥到底介绍哪一个给我儿子了？那肯定是那最有钱的那个啦。你先自个聊聊，看看说行不？最有钱的。哎呦，小姑娘，你那手上的链子挺值钱的吧？还是玉的嘞？这你这个还是情侣款，不会是买给白羊的吧？对啊，最近不老出意外嘛，想着带上这个，我能顺利点。哎呀，那女孩子怎么能给男的买东西嘞？多掉价呀！那礼物啊、约会啊，都得男的取钱。哎，你都有对象的，你爱的我是心的你。哎呀，是那个小童漂亮的，合着在这儿挖坑呢，相亲啊？阿姨，我也有男朋友。哎呀，小童，你那个年纪得多对比对比，王姨家那儿子蛮好的。小王家可有钱了，你自己掂量哈子啊。哎，我看你的条件也还可以，我跟你说到说的，说吧，我听着。我家儿子啊，1.78米，才28岁，月薪5000。哎呀，平时应酬见多了美女，你那样也就还行吧。谁想跟你配啊？房子我们家有啊，我给那个贷款得你取，还有应酬需要一辆豪车，那个你也得取啊。多大的脸啊！你懂么事啊？我儿子正在事业上升期，你把他伺候好了，以后多的是好日子过。可以啊，那我也有个要求，家里要请三个保姆，每周我都要买一个新包，包身吃赌都不能缺，你觉得如何？哎，我好好
跟你说，你们不是好的，你快接受接受治疗吧。别人长脑子是为了思考，你呢去留个大坑，里面进过水，养过鱼，蹦过癞蛤蟆，踢过驴，还要房要车。什么样的枕头能做出你这种离谱的梦？有你这种妈，活该你儿子遥遥无期，这是晦气。我都快忘了小童嘴有多毒了，你是鬼子，我疼死他妈了，你是吧？完了。当女生宿舍去舍友家做客，我家也没有什么好玩的，我带你们去别处玩吧。这么为难，富贵，你该不会嫌弃自己家吧？磊哥，你回去干什么语气啊？这富贵家吗？他怎么就不能回来了？走，我是他家，他油是泼出去的水。阿姨，您这话也太过分了，富贵平时对您还不够好吗？你这话就不对了，乌鸦都知道反哺，富贵孝顺父母是应该的。反正你自己花钱招待，我想用我干。妈，我回来了。这么晚累不累啊，饿不饿啊？哎呦，身上搞那么脏了。我不是说了补课地方有点远吗？都怪你姐，多么是大学，包括上家里点萌。哎，你干嘛？那是付给我们买的，都他定的，他弟想什么都得给。又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管要什么要讨厌的妈，就什么要讨厌的儿子。轩轩，人家家务事，别把事情弄那么难看。家务事你插什么嘴啊？莫名其妙，别哭三个脸。啊，别在这碍事。我的天啊，洗个菜都心疼。哎，你陪我去换个衣服吧。妈，我衣服呢？压箱底了，你弟不够用。擦擦就行了，没事。那先穿我的吧，反正我出来拍照带了好多套衣服，正好少点衣服，减轻包包重量。这衣服挺适合富贵的，送给他得了呗。行啊，正好现在降温了，又可以买新的了。是不是朋友呀？都说送给你了。啊，能花是吧？赶紧换个新衣服给你爹。哎，人家是换尺码换颜色，你儿子要穿女装吗？好精彩啊！哎，那就对了，拿钱给你爹买个新衣服。够了，我没说要送，这是借给富贵的。你根本再不穿不穿了。妈，我要喝水。哎呦，来了来了啊！这破地方咱不稀罕待，走。以后没什么事别再回来了。哎，不是你什么意思呀、啊、你？这些都是妈让你给我买的，都是新的，我没有动。你，然后这是我自己赚的，踩了你的零食。对不起，既然你这么关心你姐，怎么不劝劝你妈？她试过，但是如果她不抢我一根鸡腿，妈妈就会把整只鸡都给她。妈妈也是为了我，我又有什么理由去伤她的心，说她的不对呢？那你姐又做错了什么呢？少自我感动了，走。女生宿舍的亲疏远近。喂，啊，小童。干嘛扔手机啊？我准备换个14 Pro， 这个不要了，就扔了吧。啊，哎呀，那你就用呗，正好也不浪费呀、啊。那你不要就扔了吧。谢谢小童。那我改天。江湖这姐借500块。哎呀，人家小童大方着呢，不用你请吃饭。小童，你能借我500块钱吗？不借。你也太开心了吧！你送富贵一台手机都可以，借500块钱就不行？哎呦，也不知道谁昨天嘚瑟啊，爸爸给了3000块，今天又借钱，谁知道想干嘛呀？我没有想干嘛，你们不就是想排挤我，把赃钱换回来吗？那明天我们喊张天、小童、方糖一起去喂流浪猫嘛，加一个德育分呢。哎呀，名额有限，不能说谁啊，凭什么告诉他？我跟你说，方糖根本不配跟我们在一起玩，反正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。谁说的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没来这个宿舍之前，这个宿舍最讨厌的是你。哎，你少胡说了你，你偷东西、抠门、做事自立，你得感谢我呀。要不是我，那个不配的人就是你。不许你这么骂轩轩。又怎么了？吵什么呢？快过来帮我搬明天喂流浪猫的猫粮。小童，你这猫粮也太便宜了吧，没有什么营养的。哎，不是有的吃就不错了，又不是你自己买啊。我又没有小童那么有钱。不是还有3000吗？正好我跟老板熟，给你打个折，走啊。啊，你们不就是想赶我走吗？我走，走了太好。哎，那会员卡我要不能退了，那网上店里哪里买都能退。又不是你家开的，想退就退啊。没钱赚什么大款。你怎么跟我妈说话的？还吵是不是？把他们抓走。你再这样，我就不走了。我，你快点赔钱，赔钱！你打气人呢、啊！你赶紧起来！大庭广众多丢人啊！本来就是你们自己自愿买的，干嘛为了人家商家呀？你有病吧？赶紧退钱！退钱！你什么意思？轩轩，咋的了？他们说办什么会员卡，骗了我妈几千块钱，结果买东西都是假的。赶紧退钱，麻利点！你再不退钱，我们就报警。你觉得你配吗？